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看台湾同胞这块土地的子民，这一块土地的大的先生小姐好像已经快睡着了，好像大家都没劲儿了，因为我北方人讲那个没劲儿你们听得懂，没力气了，干嘛没吃饭啦、啊？等一下黑白无常要把你请走，你的眼睛还要睁开啊，老虎来了还要跟他搏斗一番呢、啊、人穷志不穷嘛。我们的佛教不管基督教还是道教任何宗教，我相信每个人出家每个人当他的道士还是什么应该发心都是正确的，可是今天为什么台湾变成这样，我也一直在做一个科学的证明。今天的我们的祈福会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不是来听我演讲，不是来看石湖山长得庄不庄严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到没到自己的心灵。最近我常常讲人类的本性，人类的精神，人类的灵魂，你有没有把它带来？不是在那边想师父的神通，我抓麦克风我就讲我哪有神通，我都是天灵灵地灵灵来的。如果我看了很多的新面孔，如果又是想到我的那个神通来了，请你赶快离开，神通是骗人的，那只是暂时的，永恒只有真心可以感动所有天跟地。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怎样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你可以讲他是迷信吗？宣誓典礼就职神通它是一个短短的工具，就像我刚才用小黄抵达这个这块宝地，现在我做的这个大驾的宝地，我相信游客我的这个中气族听得见，请大家告诉大家不要每天懵懵懂懂的过日子，要大家一起努力，大家觉醒才能把这块土地重新红土红扬展飞起来。每个人都那么自私只管自己怎么办呢？有一天我说万一呢，我守万一呢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台湾沉沦了像越南一样，或者是一个大自然把台湾给消灭了，灾难消灭了，台湾再来一个921大地震，再来一个88水灾，差不多了。我看今年的农历年大家能不能好过，我还挺担心的呀。我有时候想我也挺自私的啊，因为1月20几号我想我一定要离开，过年时候我不在台湾，我希望台湾这次过一个中国的有钱没钱讨个老婆好过年，大家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，有人在哭了，快快乐乐的，不要那么的自私。请游客也听着，你虽然在那划船，谢谢你，祝你一天美好的这个好日子，但是呢师父善哉讲话，你有缘的话稍许听一点，对你是非常好的。今日不知明日事啊，哪个人敢管他是总统还是什么皇帝，包括皇帝都要拜拜啊，那是神通吗？大家告诉大家石无善没有神通，石无善是有点怪咖的行为，但是石无善绝对是真心的。我有跟我们的团队说最好叫他24小时来监控我的每一个动作，我不怕，哎，真的怕什么，有什么好怕的，他来录音啊，他来录影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还谢谢你了，你这样录的话我还红得更快，如果讲明星的话哦，真的拜托拜托。
无上神身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台湾的庙这么多，解决问题了吗？食物上来了能解决问题吗？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食物上很怪哦，办一个919，那天有地震试运，第二天来88水灾，没几天我参加个亚太影展，当天就地震。我告诉你，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报告了，我没有神通，我有我的那种感觉啊，感觉也不行吗？有的人心真的不好，佛门的师父是要刻板印象，见人了就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有错吗？没有错啊，我没有讲错啊。要解决众生的问题，跟他们政治人物是一样的，只是说他们是政治，我是宗教。我们的跑道是赶快呢，可是台湾好像50几年来，我说的不对，请大家来帮忙告诉我，或许我的 information 是错误的，我的这个行事风格很多人不能接受。出家人要慢慢讲话，给那里好不明那在引过干嘛啦？一个人讲话都很虚伪，他做出来的事情是真的呀，我很怀疑哦，我很怀疑哦。我没有讲英文讲 exactly， 我没讲是真的，真的拜托，我也牺牲很大，或许因为我是个怪咖，行事风格不一样，我没有说我有大修行哦。然后有人开始毁谤，我今天也向大家报告，很快事务上的毁谤就跟着来了，因为啊，先把它打掉啊。某些单位，我用单位来表达，听得懂最好，听不懂我也没哈懂。你们到庙里去是干什么？往昔所造作业，皆由无事贪嗔痴，从生一欲至所生，我今戒呀戒忏悔。天主，干嘛？整天买赎罪券呐？要把你所有的习气改掉，不是吗？行住坐卧，就去看那个出家人，要讲话小声一点，然后经书一碰了经书，你对佛不礼貌。全部几乎100%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讲，因为我太直了，一定会得罪到某些大师级的。我是小小小小师级的，我没有冒犯他们的意思，我只是唤醒大家。你们是不是睡着了？像我刚才睡着了2点，所以我迟到了。不要讲那么多大道理，人生谁无错，治过能改善莫大言啊，错就错了嘛。我什么时候拿麦克风跟大家讲我多了不起，有吗？外面已经给我出外号了，骂人的师傅，还会打人哦。如果说打人骂人的师傅不存在的话，把话听清楚哦，有南无战斗佛啊，去查，他都在战斗啊。有金刚语菩萨，有金刚锁菩萨啊，说也不会说啊，唱也不会唱，啪渡还渡人了，你自己都还没渡嘞。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形象的出家人吗？这就是我们台湾宗教的团体吗？没有关系，如果台湾不能收留我，我可怜巴巴的，我会回我的美国。此地不留爷，只有留爷处嘛。其实整个晚上，今天晚上我几乎没睡着，我还是在想，老话一句，我讲真话还是我讲假话？